欢迎来到糖果王国，小糖糖的奇幻生活即将开始了，里边请。哎呀，尽情享受吧。冰淇淋，卖冰淇淋的，口感丰富，口味多多。要不要冰淇淋啊？你要吗？运动员不吃冰淇淋。我要一个酸奶味的。好的，稍等一下。多少钱啊？20块钱。等一下，情侣打折，买一送一的，再给你拿一个。我们不是，走吧。拿冰淇淋了。老板，多少钱？20。沈清源，人怕出名，猪怕壮。为了不让你预定明天的热搜，你带上吧，你带吗？谢谢。来，岳飞彪了啊！小姑娘，岳飞彪。沈清源，你来，你肯定行。这个的技巧应该跟射击差不多。我试试，来一把。好嘞，给你飞镖。来，扔飞镖了啊！应该差很多。我再试试。扔飞镖了啊！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把身。不，我再来一把，老板，再来一把。哎，好。恭喜你，这是我们的超级大手小熊糖果布偶装，你男朋友呀是这个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走吧。小仙女，我们又见面了，看在我们这么有缘的份上，我就送你2颗糖果恋爱签。什么是糖果恋爱签？就是将糖果合二为一，就能找到属于你们自己的恋爱命运哟。这雄性动物只要闻到了雌性动物身上散发的这种信息素，就会不由自主的靠近，跟你和小姐姐的关系特别像。抱着你就仿佛全世界都被包围。原来不是梦啊。越平凡越精彩，悲